首先，谢谢评审，谢谢美丽的主持人，谢谢我最爱最爱的亲友团，谢谢在场的来宾，让我站上这个舞台充满光芒。那我最重要，我要谢谢我一个最大的军师，就是我的爸爸。你们都有看到我台上所有美丽的道具，都是我爸爸从早做到晚的道具，我真的很谢谢他，谢谢。陈爸爸现在在哪里？陈爸爸在哪里？跟我们挥挥手吗？